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有好事发生。今天我们为雪之国打造餐厅，好让这边的人们有好吃也有打卡的好地点。我们选择国外旅客必吃的餐馆鼎泰丰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要先建立餐厅，建筑着重简洁及优雅的风格，另外采用透明橱窗式厨房，让顾客可以隔着玻璃欣赏厨师们如何分工合作，增加了顾客等待时的趣味性和互动性，是鼎泰丰的特点。接着我们先把餐厅的区域用墙围起来，记得建筑要尽量由内而外，操作画面才不需要移来移去。而外墙我们运用间接照明，提升建筑外观的质感跟氛围，增加墙面的层次感，也不会让整体灯光太过刺眼。接着我们加上柱子，这柱子是建造的精髓，因为往往你去餐厅都会莫名其妙地坐到有莫名其妙的柱子的位子，所以加上了柱子，整个内装空间感就更提升了。再来一个小地方，就是将窗户加上边框，这个我们上集提到，只要将建筑复杂化就能提高建筑的好看程度，这个小边框就是今天的小诀窍，希望观众们可以回去尝试看看你们的动物园。没看过上集的朋友可以点选右上方的连结，想要复习的朋友也可以在影片结束时点选说明栏的连结。外观造景我们采用竹子，除了让整体建筑更有中国风的韵味，营造自然和谐，也能增加内用的客人隐私。包厢也是重要的空间设计，可以创造私人空间，旁边外加大面玻璃，可以就近观赏未来旁边要盖的企鹅馆。包厢跟包厢间我们用若隐若现手法，就好像女生的裙底一样，看得心痒痒。最后我们贴上些书法画山水画，点缀整体的内装，毕竟吃饭也是讲究气氛的。鼎泰丰招牌是由于右任亲题的草书字体，展现出传统文化的气息。于右任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监察院长，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青田街官邸。于右任善草书，被列为民国四大书法家。另外行天宫匾额、太平轮纪念碑文、剑潭圣迹碑石、东海大学匾额也都出自于他手。鼎泰丰1958年成立，最初为油行，1972年转为餐厅，开始卖起小笼包。1996年，鼎泰丰日本新宿店开幕，发展为跨国企业。鼎泰丰的菜单选择相当丰富，多达90几道美味的料理可供选择。小笼包更是用面皮上的黄金18褶，折住你的舌尖。不过，这间鼎泰丰好像少了个灵魂，让我想想。对了，就是这个排队红龙，每次到鼎泰丰都得面对满满的人，有了这个红龙，整间建筑都活了起来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鼎泰丰的湖畔店。下集我会打造包厢旁的企鹅观赏区，我会持续创作，发现动物园之心的世界。喜欢的观众欢迎订阅，看完记得去品尝一下他们的佳肴吧，我也要赶紧去吃。小笼包。